喝到假酒大中毒，解方超像在开玩笑。男生喝到假酒，视力模糊，大量呕吐，代谢性的酸中毒，就请他太太赶快去对面超商买个高粱酒或者威士忌。他完全不相信我，我跟他太太解释，必须用真的酒去竞争他的那个酒精去青梅啊，他就勉为其难买来酒，从鼻胃管给他灌进去，酸中毒都改善了。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治疗。今晚十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